受记还是什么东西？受记啊。跟那个菩萨的那个度世，他们其实是佛受完记，菩萨就度世。嗯。是佛受完记，菩萨去帮他们那些人，还是不？还是直接我给你写个剧本，然后你按这个走就行了？你说的是受记？鼓励你的吧，就受记就是。因为大家太小成佛了嘛，嗯，太小成佛，但是你本来就是嘛，在佛眼中你此时跟佛没什么区别，你只是在执着，佛只是没觉醒嘛。因为对你来说你执着了，而且你还是执着你是个人力嘛，对佛来说他在三界六道都有他嘛，他在天人道哪一道都有他的时候，他只是今天对着人道的一个众生在聊天的时候。那你执着了有你的，他说哎呀，你经过多少大劫，你就差不多这个执着就完了，可能会成佛。因为你本来就能露出来，你如果按照我的法门修，可能几年或者七八年，或者是可能你就借空性了，就成佛。这个受记是可以这样受的。那佛测万法也应该能够知道你破执着需要多久，因为正因为每个人都是佛，本来样子都是佛，所以佛就这个受记是可以达成的。改如果你没不是佛的话挺难的哦，因为你中间不修了，佛怎么能证明你受记？说你要你不修怎么也成不了，知道？但是你那个执着说有一天你肯定会各种，他能看到你的因缘，会触动触动触动，你就开花结果了。他受记给他的弟子嘛，他知道他的小乘弟子知道你就那样修，很快就解脱了。而且将来你可能在某一个世界称为什么什么什么佛。过去现在未来对佛都是一点上呈现的嘛。它是圆觉境界嘛，没有时空的，我应该指导这些吧。但是对人类众生的话，这个必要有吸引力，因为我们称不了，说说我们未来能称佛也心里很开心。这样我们前途一片光明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有时候我告诉你，那也是人家开始吃解毒药的人，就是大家都中毒了，你始终不吃药，然后问佛啊，我啥时候能解毒啊？人家那受记也是给那些已经吃开药的说，你吃一个疗程就能解，知道吧？如果你不吃药，你永远解不了。你不学佛法的时候，佛给你受记说，你这从吃开药那天开始算起，再过几个疗程你就解了。也都这样瘦，知道吧？不吃药你永远解不了。你说多久，谁能算到你多久？你不吃药，你解不了，你那就没无底线了，是吧？对释迦牟尼的第一弟来说，成佛真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事，开悟啊，皆空性啊，这个很，在时空的角度，三界六道的角度，成佛并不是很难的一件事，皆空性。但是如果站在其他道众生的角度，如果从一个人想变成个佛，哇！这简直是千方夜谭。你一个人凡夫，你的知见你要练多久能达到圆觉境界啊？你要看多少，你看遍十维你也变不成圆觉，是吧？你说我练，我从一维三维突破四维五维六，我看了太阳系银河系，我去其他星球旅行，你不是圆觉，对吧？都是在幻境里边折腾，因为你没破时间和空间，你在生灭法里边，而众生的幻境都是有众生的共业，一定会制造出众生的幻境，共业幻境，知道吗？在空性里边，幻境无量啊，众生心性无量啊，你的幻境是看不完的，知道吧？你说看完幻境你能成佛，你成不了。所以有了释迦牟尼佛的第一地空性正见，所有的大菩萨从历劫修一下子变成可能即生成佛。所以中国道家说，修道者多如牛毛，得道者凤毛麟角，这是道家说的，知道吧？佛教不这样说，知道？所以我们得有信心啊，是吧？没准就是那麟角，那我们不是麟角，是吧？有信心啊。杨老师，那个道家的三年筑基，那个就是咱们气脉的转换需要三年，是这个样子。筑基呀，把气郁啊，把精血转化，炼精化气啊，炼气化什么这些，对，他也是从人道起修，从父母的一个身体，炼内丹吧，从人道起修，杂乱，就是静，其实也是个静下来，也是静下来，身心静下来，气脉净化的一个过程，因为滚滚红尘，我们太杂乱了，哇，
看信息啊一大堆，东想西想，东想西想，回不到当年清净的状态。嗯，尤其现在互联网，你看坐在这，哗一大堆思想，就是就像刻在脑子里，其实你啥也想不起来，因为饱和了，信息饱和，现在脑子里，尤其睡眠不足的人，脑子里一大堆信息乱想的，但是做事效率很低。就是做不啥也想不起来，有时候就是信息饱和，而且睡眠不足，还有光污染导致的。这三个导致头信息饱和，坐在这儿，你回不在当下的清净。其实你说能想起啥，啥也想不起来，也不执着啥，但是呢，当下不清净，很烦，很沉重，没睡醒，但睡也睡不醒。你让他睡十个小时，他还是那样，就是手机光的污染很厉害。嗯。这样的时间的话，持续100年，人会变异的，知道吧？人就会适应光污染。就是我们现在适应不了，我们还是刚开始是电脑网络时代，我们这一代真的是挺可怜的，又适应不了光污染，还又被污染，还不停的被污染，就是成了小白鼠了。但是人类看慢慢到他适应了光污染，人家进入光化时代。人家是，你看小孩子，现在的小孩子看手机看到10个小时，人家眼睛不疼，人家眼睛是就是在光里边可以生存的，就像夜猫子一样，人家晚上没准能看见东西，但我们不行啊，我们看上2个小时眼珠子流泪啊什么，你就是你没升级，我们还不行，就是肉胎啊，凡夫啊。人类会真的会适应的，人类会适应环境，会适应条件。地球污染了，你说水污染了，食物污染了，人家未来的孩子们适应了污染，是吧？变异了，真的变异了，人家吃了毒不会死，什么？这个也许吧，哎，我们就当个大家随便聊的探讨吧，不是一定的啊，也许没适应灭了，都有可能，是吧？是吧？也许没适应就灭了，要适应了那就很又是另一代人类了。但是我觉得适应这种光污染不得100年，这一个世纪吧，就当然是乱聊的吧。反正现在的小孩子我看就很厉害，4、5个小时以后眼珠子动都不动。我说眼珠子困不困？不困啊。咋我40分钟就困得不行了，眼睛说哇怎么这么累啊。我觉得这个与我体质关系不大，就是没锻炼，就是从小没看过，就是你半路才开始看，就是这种光盯着屏幕的原因嘛，是吧？手机也很受影响，打字的时候我还经常惦记着。哦，就是不知不觉就惦上了。 对，有时候真的是习惯了的，习惯慢慢的熏修导致的，不知不觉老是手机哪去了，一会儿不见就好像得找找它放在哪了，拿到其实也不看，刷刷刷刷刷的手指头在上刷一圈，啥也没看见，一会儿。Thank you.